是一个早餐的开始，早餐饭店的早餐都差不多这样。好，然后今天我们要往芝床移动，先吃个早餐，要去芝床半岛。然后今天的那个里程数少很多了，今天好像100公里左右。今天有个很特别的行程，就是夜间要去夜访野生动物园。对，因为昨天还说芝床会有熊，昨天我们在车上看那个蛮好笑的，遇到熊怎么办？然后骑脚踏车请全力骑走，对，然后散步的时候要目视着熊，然后慢慢的后退。然后他说我慢跑怎么办？请不要在那里慢跑。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用到学到技能不会在那边用到。对，希望不会用到熊。现在要去第一站是溜冰馆。溜冰馆，沃克刺客海溜冰馆，但广义的来说，你在台湾也是北极来的冰。广义的来说，因为我们同一颗球。溜冰馆，然后我们天气之子失控了，开西惹祸啊！好，我们现在进来，然后它的票价是990元日元，第一站先从地下室。哦，一个地底的冰世界，冰雪千岁。然后一下来会进来一个影片区，然后影片区没办法拍摄。好，从影片区过来之后呢，就有一个溜冰体验馆，然后它是-15°C。对。然后我们有人穿一个超热裤。跳，他在里面可以跳三阵舞吗？对。在里面跳三阵。你好像霍格华兹学院哦。对。哈利波特。我们现在要发一条湿的毛巾，要做什么呢？那我们现在往里面走。那发这个毛巾的用意是什么？是湿的。一直甩，一直甩就变冰了。对。解冰圈。好，别在这里甩，混蛋。哇，好冷哦。傻逼。这是他说，用力的甩30次。好荒唐的画面。你在加油、哦。用力发冰。哎、欸，会不会飞起来啊？有有，它变冰嘞，固状了。可以决斗了，来啊来啊！不见，越来越冰，他刚冷到抖，无法反应，好冷哦！等一下，我手快冻僵了，不要再拍了。有感觉啊！我超懂，这里可以吗？可以。这个要夏天来，你一定要暑假来。你冬天可能没什么太大的感受，你夏天来超冰超爽，落差很大。所以它是这样拉过来的，是拉过来之后，然后运过来。所以我们刚摸的是真的沃克斯克海的冰，然后它只是加工处理把它的它不是弄掉了，它不是广义的，它是真的。来讲一下溜冰的行程，就这边凸起来，这边很冷的风吹过来，这边就结冰。大概就是这样，大概，反正就是一个地形、气候各种条件缺一不可的结果。刚这边就是会播那个水底摄影师微型的拍那个海底的生物，哦，蛮漂亮，而且它可能是它有繁体中文字幕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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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三楼的展望台，我们可以出去吗？如果今天天气好的话，可以看到芝床峡，哎，好可惜啊。没关系，想象一下，想象一下啊，看这个，想象一下。所以如果你冬天来，天气可能会比较好的话，还可以看到整片白色的王守护。嗯，拍什么？拍我们吃冰淇淋。哦，一楼在卖这个海盐冰淇淋，期间限定哦。哦，期间限定啊！啊，期间限定，哦，不是啊，每天都有。随便乱讲是。阿米就那边写限定，随便讲讲，管限定啊，有那种限定。好艳。对啊，好漂亮哦。这冰超好吃的。冰很好吃。焦糖海盐。焦糖海盐，对对对。它的胶很自然，它的胶是那种自然胶哎。超外国人呢，还蛮好吃的哦。而且今天平日的人还蛮多的。有趣的体验，而且刚刚有一个蛮特别的，那个凡利贝啊，因为凡利贝跑很快，很快就跳，是喂，来王走可以顺便来看看。好，我们现在到了王走监狱，正式名称应该是博物馆王走监狱。有一个叫百鸟游龙的人，当初从王走监狱逃脱过，是真实事件吗？真实事件，展示过他怎么逃脱。等一下进去看，不能摄影的话，我们就只能够拍照加解说喽。好，现在我们来替我们在王走监狱拍的每张照片配上一句台词。好 ，Start。那我们等一下逃出来是要往左还是往右？
其实只要花1500元就可以出来了哦。哎、欸，是这样。哎、欸，啊、你不是说要挡一根？黄金神威，喝垮。西家带眷住监狱。什么东西啊？他们是宿舍，好不好？快逃！叮叮叮，有人要逃了。可能可能可能是这样吧。抓到了吼。今天又平安的度过了，感谢飞天小女警，感谢无聊小女警。三元走了啦，黄金神威的主角。三元就走。他会分，分会不会加？你进来吃喷，烫烫，呼噜呼噜。你搞给我下来！你在跑啊？为什么变成的？刚刚裸体的那位吗？原来你的身材是这样。跟着一个嘞。好，现在出来外面，相信大家刚刚看我们的 PowerPoint 式的解说，应该有人对这个景点略知一二了。我觉得其实还蛮值得来。好，我们要去下一个景点了。我们现在来 Lily Park 百合花的故乡，一年只有开3个月，不是两个月，7月中旬到9月中旬。那走吧。哇哇，那边好多哎，游园车吗？我们现在要搭路园游园车，一个人是500日元，两个东京巨蛋那么大，这么大，都是种花，那一定要游园车，对，那游园车，哎，500滑滑加，他说一整年只开50天左右，然后有各种各样的百合花，有朝上开的，朝下开的，朝左开的，朝右开的，他每个人的时期都不太一样。哦，他说这一株的话是大概跟小雨桐一样18岁左右。哦，好会撩人呢。好 ，OK， 好的。他对这个园区充满爱的感觉。对，感觉是看这个园区长大的。他说他的照相技术是 pro 的。所以跟你讲，一个人来不要害怕，好看看这个镜头不要怕。你就500块游园车给他带下去，他就一直帮你拍照。哎，500块超划的，还有拍照达人，他就一直帮你拍照。给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贝贝拍的照片。那北北叫我们拍照完之后，我们开车要走了。拍完然后就结束了。啊，故事那个多。他说就大家淋点雨湿湿的感觉更可爱更帅气。可是没有自由时间。还可以呢。OK。好恐怖。好，走吧，回去了。走吧。是啊，是这样啦，是比新色也比新色花还刁难的，是比新色好看，是真的啦，还蛮好笑的，添置很多旅游的乐趣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来到芝床第一 hotel， 来芝床的第一选择。如果是那边的话，就海景第一排的话，是完全可以看到鄂霍克次海。今晚要来找房间 ，view 还挺好。开箱，我们今天住饭店。来。厕所在这边。你刚刚把它关起来了，这才是开。阿 K 的是开。哎，淋浴间，浴衣。等一下，我们小雨桐会换一下浴衣给你们看。哦。哦 ，view 很好哎。看到海，看到山。那是电脑。对，就是怕你出来。还需要打排位，还需要打，原来是需要打排位的部分。哎呀，床怎么一大一小啊？有主仆之分。主仆为什么可以睡在一起？哦，绘本啊，一个小孩的哦，小张是小孩的。哎，卡克伦棒，没啦，不求人啦，不求人，这很棒啊，就这样。等一下，如果有在卖的话，买两个送，送这个啦，今天送这个啦，可以啊，送料杯啊，送不求人啊，好啦，今天送你这个折叠式的不求人啊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先这样啦，我们等一下去吃晚餐。他这边是自助餐室，然后餐点超级超级多，真丰富哎！我已经好久没有吃自助餐了，因为我好讨厌走路。它有各种，好讨厌走路，它有各种种类的中西式，哎呀，是有没有要听人家讲话？要继续下一个刺激的行程。我们导游出现了，然后彤彤说他穿得很像《侏罗纪公园》的导览员。等一下，小蓝妞出现了。哎，所以是他们的车子啊？哦。那我们等一下会先去那个活动中心那边，他会用电脑来解说一个影片，
教导一下我们今天的行程内容，要怎么样走。刚刚一路过来就看到这个跨路的动物注意，然后大熊带小熊的动物注意，有一种肾上腺素在分泌的感觉。肾上腺素，啊，到了，是活动中心。嗯。知道他是谁这样子。现在要出发了，然后会发手电筒跟望远镜，然后有讲一些规则跟注意事项跟知闯的一些生态，先简单大略介绍一下。这个阿狗小姐，如果看到了可爱的小狐狸，赶快告诉我们，大家看看有小鹿斑比的身影呢？太生动了吧！对，刺激哦！刚刚说看到个庞大黑色的身影，摄影机这画面真的超诡异的。想要展现我们来自台湾的巫术。东北の絆を食べてたら、いつでも私を一緒だよ。一緒だよ。一緒だよ。哎，真的过马路啊！真的过马路！在这里。絆，他真的过马路哎！右側，在哪里？过去了。絆，哦，好近哦！快点拍，录影。欸，咏唱有效哎！唱歌有效哎，你的唱歌发挥作用了。好，我们体验结束了，你看到两只狐狸告终，还有一只鹿。你来参加的话，预约的费用是我们这一趟是一个人是4500日元。有配合的饭店接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是看你离哪一个饭店点比较近，你就去那个饭店等一下。基本上你如果来到知闯这边，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的饭店离那个国家公园都很近。哦，理论上都会啦。应该都是可以。我觉得还不错，我觉得类似那种放天灯，就是一生记忆，带小孩来的话，在大家一直搜寻东西的时候，那个空档它会是找话题议题填充，对，告诉你小知识或问你问题问答游戏，所以还算不错啊。看到那狐狸过马路就一生记忆，如果是小孩子的话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这样了，现在去睡觉了。我们去看一下瀑布，然后去女满别机场搭国内线。接下来这个是双美瀑布，它是日本白选瀑布之一。哦，白选瀑布哦，哦，好漂亮哦，好美哦，好大片哦。哇，真的蛮壮观的，好厉害哦！而且它难度超低耶，就你一般看瀑布要爬到山上去，它难度超低耶，在公路旁边耶，好值得一来哦。对啊，真的，拍一些漂亮的照片，很漂亮哦。走路很轻松，它这边下去就公路了，超近。今天的抽奖关键字是什么？狐狸。好，你知道，你刚刚在听哦。下面做饭，今天的抽奖关键字就狐狸。想要不求人的，随便偷偷加狐狸。好，我们要去机场了。大家，哦，我们要抽这条哦。哦，我们要抽。往前拍，往前拍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要去点这道路。对，就是这条。我们到了女满别空港之后，旁边有一大片的向日葵花田。我们稍微提早点到，所以又来可以来这边拍照。跨线的搭飞机其实蛮好搭，安检程序出入境也没那么复杂。好，我们要去机场了。哇塞，真的，一路都抱着呢，去搭飞机喽。从这个女满别机场开始。我好想来玩那个哦，冬天站在溜冰上的，这蛮值得买的，可以来溜冰馆吃冰淇淋。这是在干嘛？你们这是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那边一直在掉水。谁？两个。掉下来了。